爽。现在直接就到这个防守的时候了，我们现在先不要拉令，然后背着这个瑞金旗，瑞金旗揍人很厉害的，然后我们直接啊要去这里镇守，直接传送过去啊，我们去到那儿不要拉令了，因为这个很快就要被人打完了。但是刚才我应该攒一个这个猴子的大招的，这里杀人就杀得很猛，看现在四杀一助攻，五杀，哇，斩杀敌国玩家1000次，给力啊！你们都不知道我白天杀人有多凶，现在来这半小时就疯狂杀人，浪费人家榜钻就完事儿了。我现在4300万这个战力冠绝全场啊、真的是！我现在还有多少钱？还有300块钱啊！今天就不要再多充了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了，明天再来寻宝，因为明天也还是这个寻宝的这个活动，然后他们要去这个西门神将了，然后我们准备传送过去啊。这个人为什么逮着我不放呀？找死吗，小弟弟？你就是个嘚儿，算个啥呀？你打我都不疼的，看我再回个血就没了。来，西门神将，我们去西门那里。好，西门，我们拉一个帮会令啊，召集了啊，欢迎库斯达大大，宝宝最爱你了，嗯啊，女装好美，难道我平常应该搞男装吗？我是女孩子，当然要搞女装了。你看这个经销，根本就不耐揍，一下就死掉了。我还没有开这个孙悟空的大招呢，你看这些人都是个菜，太菜了吧你们。好，现在他们准备要去打这个护国神将了，但是不妨碍我把这里这些人全部杀掉，把全部杀光再光。好，护国神将，走去护国神将那儿拉个戒王令好了。戒王令走起，从未见过如此厚颜之人，哇，感谢谁刷的节奏风暴，感谢感谢。来，现在就开始疯狂杀人杀人杀人，20杀了已经，哇塞，我好厉害啊。现在这个宝宝这两天唱歌唱的有点狠了，出去浪太多了，所以这个嗓子有点不太舒服，等宝宝过几天这个嗓子好了，我就可以特别的温柔，现在就是还是有点粗糙的。冥王符，哇，给力，哇，又给了一个边境守护神的称号。这个阴怪不要锤，锤起他们其他的人，阴怪就是用这个 AOE 去打他就可以了。感谢大大的节奏风暴，是谁的节奏风暴那么给力，感谢老板，感谢老板，给老板比心了。我们召集新军，召集一下，把他们都叫过来，然后把护国神将打完，就打这个护国神将，别的不打。哇塞，我们这个输出还是很给力的，他们现在可以打这个戒王，但是我们只要把他们的护国神将一打死，我们就可以防守住这个戒王了。糟了，是心动的感觉，哇，是哪位大大，感谢哪位大大的送的又是一个节奏风暴，糟糕，是心动的感觉呀，别心动了，别心动了，这都是日常操作。好了好了，我们把敌方的护国神将打完，我们的这个戒王就无敌了，他们就打不了了。我就在这儿先杀人，我变成猴子了，来看我天神附体，一个棒锤把这个阴怪给宰了，给他宰了，把这个小孽畜宰了。哎呀，这不过，哇塞，你看这个人输出很变态的，这个人我现在都做过，好奇怪啊，刚是库赞大大送的这个心动吗？库赞大大今天都没有来支援，刚充了5000块钱，超级伤的，考虑考虑要不要再支援我一点，支援1块钱我就充2块钱。今天哇，他们现在是在控这个血量，发现没，护国神将和杜门神将他们想同时击杀，这样的话他们打戒王的时间就可长了。这个阴怪现在其实挺难杀的，因为他在这儿只要杀了我们的这个人他就会回血，杀了就可以回1%的血量，我只能用这个爆发来秒他。唉，我觉得我正面可能不是很好看，应该侧面好一些，刚才我都没有这个注意我镜头前的形象，真的是对不住各位了，我知道你们期待很多的，现在就打这个护国神将，不打这个阴怪，就打这个护国神将啊。呀，这个戒王他们打的还是挺快的，有没有发现，应该再拉一个这个帮会令的，帮会令拉一个，然后一起打这个神将啊。其实这个戒王守不了太多了，我觉得这个戒王他们很可能会打下来，我们现在防守有点吃力的，然后又死掉了。哇，这里刚出来一个大猩猩，看到没有，跟突然出现了一个这个大猩猩，我觉得是时候给大家准备一点这个福利了。好了好了，哎，我们揍他其他的缺钱没什么效果啊。这边的这个戒王，所以我给美女是谁？哦，我是妄图的朋友，他让我今天过来直播的，我叫小浪体字，我和妄图是去年认识的，去年我们在一场同学生日上面啊，我们今天认识的，上个厕所马上回来。这个憋坏了是吗？那快去快去快去快回。哎，戒王生命值只有50%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来变成猴子，赶快把这个护国神将揍了，快一点快一点，这个猴子输出还是很爆表的，春梦了无痕，
你也是该死的。这春木两无痕也是两千万战力的大佬，但是在我面前就是个菜。其实不太满意的是这里啊，其实我这个脸型你知不知道，我很擅长扮演那个金克斯的，就只要我不说话你就看不出来。我打算过两天去买一个这个金克斯的假发，然后再买一些这个蓝色的染剂，还有这个嘴唇，搞一个啊特别可爱的金克斯，然后再买一下他的那个 cosplay， 肯定超级超级的漂亮。这个护国神将又要被打掉了，我们一起先把这个护国神将先打回来。这个界王我们看一下这个界王血量掉的快不快，他们这个界王没什么人在打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神将打完，我猴子出现了，来打这个神将，神将神将打完我们再去打这个东门的神将啊，东门神将一会儿也要被他们干掉了。来呀，快点啊，伤害啊，互相伤害啊。你看我们打了20血，他们这个界王才掉了1血，没有人打吗？今天手下这个界王其实很难的，我感觉再过下一波的时候他们应该就可以把这个界王打死了。每次都是金克斯拎锅啊，是这样吗？妈妈你恋爱了？你看这个直播间就是一个适合交友的好地方，这里我是不是应该准备去界王这里防守一波，但是应该在这儿拉令才对的。帮派召集还是来把护国神将打完，这样才是最稳的，不一定是非要把人家杀了，我就在这儿打雕像就好了。哎，我们的护国天师为什么满血了呀？刚才不是还残血了吗？现在又到他们防守了，来去天师这里啊。小朋友想打我们雕像早了一点，那这个护国神将那儿去打吧，神将那儿还是需要我的风华绝代。你也是要死的货色，烈火旗对国战首领啊，这个我要用啊，这个我一会儿打他们这个雕像有用的。现在说话根本就不嗲，我前两天嗓子，哎呀呀，别猴，这个猴子要死了，哎呀啊，这个猴子刚才不应该，应该满血复活之后我再用这个猴子的，刚才我没有操作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时间已经过半了，但是我们这个界王血量只有36%了，现在有点难。哎呀，不要杀这个阴怪，杀他们其他人，这里人还是好多的啊。来，我放大一点，看，就这么一个真命天子，傲视群雄。阴怪，哎，这个阴怪一直在打我，但不要打他，我不要，我本来是帮这个雕像扛一下这个伤害的。所以不用锤这个阴怪，我们就打其他人，这阴怪都不来打我了。好，猴子变身，锤锤，你看这猴子大棒，吃我老孙一棒。没有人了，阴怪应该准备去界王那拉令了，然后我们准备在这儿拉令啊。界王召唤，把这个护国神将打完。好，现在真的是50宝钻打一个，现在就打这个护国神将，别的就不打了。这阴怪他一个人打这个界王数目还是有限，你看这护国神将一下子30血就没有了，还是打得很快的。新军赶快召集过来，如果我们人数和一开始开服的时候人数那么多的话，那我们这儿肯定可以防守成功的。刚才12分的时候我就说了，我说下一波估计就危险了，所以我们这个界王30%要被拿下了。可惜呀，啊，失败了，又是18分。其实我们实力要更强一些的，我们揍他们会揍得更快，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走了不少人，而且我们之前有个高战去到了对面，所以这个就很烦人。那我们工会的人少了，我看一下帮派里面有多少个成员，有34个在线的。其实这国战如果有50个在线的话，我们基本上就能够防住了。哎，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遗憾了，天神变再强化一下吧。然后这九阶装备选一个垮吧，七星下装穿一下。300万可以给你充68吗？直播间不喜欢这个网络乞丐啊，乞讨请到别的地方，谢谢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主播容易吗？主播也不是来这儿乞讨的吗？对吧，只是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网络乞丐而已，然后你还要在这儿找我要这个68，你好意思吗？你是个人吗？你能不能爷们一点？好了，这50个应该是强化完到第10就没有了，所以这个不着急呢。然后我们再给这个灼灼之月强化一下。其实还有一句话，你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啊？就是世上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其实都是一些颜值狗，这颜值什么的都没有那么重要，都是外在的。你要找妹子，就要找这个心地善良的，对不对？想看我的肚兜，给你看一下我的这个肚脐，对不对？对，不听声音毫无违和感，哦，是这样吗？哎呀，那么好吗？呀，所以以后你们娶一个妹子的话，其实就是要找心地善良，让她稍微不是那么好看一点，但没有关系，但稍微学一学就好了。笑起来真贱，怎么会贱呢？就是有个不太好的地方，就是我鼻子很翘很凸，你看这个鼻子是不是很俊很挺，非常的挺，对不对？但就是太大了一点，让那些男的就看了就会觉得太羡慕了，他们就会
产生一些这个不好的情绪，比如这个嫉妒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不喜欢我了。所以你怎么样都算是一个小缺点嘛。其实我蛮担心的，明天到时候来一波这个取关就完蛋了，进错直播间了。怎么会？你来的是这个代播，原本这个是小浪图的直播间，但是今天播这个游戏的是小浪题，不是小浪图，真好看，对吧？我也觉得。竞技场来挑战一次，来现在给这个阴怪做趴下。我今天，昨天我说什么来着？昨天我说我可以高他200万战力，哎，今天果然就高了他整整200万战力，我是不是神预言家呀？值得吗？对吧？然后再死当一下，快下播受不了。好的好的，来来来，把两个13级 boss 打一打。小下播没有那么容易啊！今天你们不把这个礼物交代出来，我就不下播了。楚楚姐姐啊，番琪，哦你好啊，小番琪你好，姐姐的微信你要不要加一个呀？那个我们御酒生情，逐渐培养这个感情。跳舞其实我刚刚已经展示过了，但就跳得不怎么好，我还没怎么学会的，不太好的。怎么突然变那么骚了？这有什么变的？有些东西它不是你一朝一夕你就可以学来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是骨子里的东西，摆脱不掉的，它不是学来的，与生俱来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竟然说怎么变那么骚，本来就是，只是平常都装作很正经的样子呢。起伏起伏拉一下了，周卡58的周卡买了，感谢小浪提的58的赞助，又买了一个周卡呢。好的，领取一下。打完这个 boss 带你们去看一下，今天有一个新的东西，就是跨服的一个活动可以做了的。日常里面有个昆仑仙宫，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进去，然后有这个人之神柱，每周三和周六的7点到7点20会刷新，到时候我们要继续去打架，然后这里可以进去打 boss， 在这里面就可以遇到其他跨服的选手了。哦，这里文帝幻影，再过43分钟就刷了，到时候可以去打这里的这个 boss 呢。哦，这里还有刷新时间呢，我白天都没有注意，每人每天有2次这个次数，然后其他这个 boss 随便揍。这里就有一些小怪，你打了就可以做完这些任务，对吧？这些任务白天就已经做完了的。然后剩下的我们把这个刷一下吧。不是说下播了吗？那还不是爱你们，因为心中有了牵挂，想下播也下不了。其实在这里面就是抢那个 boss， 但是那个 boss 还要过50分钟才刷，所以不抢了。这里我自己下来打一下这里的这些 boss 就好了。感谢各位的收看了，今天就先下播啦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明天晚上7点钟再见咯。应该明天我就来不了了，明天是小汪图给你们直播，最后给你们留下屁屁吧。我啊，今天发现我这个身材超级曼妙的，这个肚脐应该不能露，但是其实我的腰很细的，对吧？这里面有 BGM 就没什么想要扭的感觉。给你看一下我这个超细的腰是不是特别性感，看这身材曲线啊，我的天哪，怎么这个屁股那么不翘，真的是。那我以后的这个男朋友怎么能幸福呢？哎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感谢各位的支持，我们明天再见喽。好恶心，臣妾已经尽力了，你就不要再说这些丧气的话了，要多多支持好吗？这个只能说是一个演员的基本修养，做事情做得比较绝，氪金就氪得爽一点，该扮演的什么，对吧？演技，对吧？也一定要有，就这样的话才有足够的实力驯服你们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拜拜啦，拜拜，哇，谢谢各位，拜拜喽。好的，欢迎来，现在是9点钟，冰火战场已经开启，走你。这技能留给凤凰绝代这样的高战，对吧？春木了无痕，走你，哎，拜拜。滚回家吃奶去吧。哇，好多人啊，26杀，哇塞，28杀，这也太无敌了。所以现在其实作为一个远程还挺好的，不过我现在是一个近战的话，我应该已经被人揍死了。哇，能不能30杀来一个？哇塞，差一点。君莫邪，哦，12助攻，哦，30杀了，哇，给力给力。春木了无痕，拜拜。我现在还是第二名，这个金枭还比我厉害。呀呀，要死了要死了，我不要死，撤回来。哎，我就是远程炮台，疯狂输出。我40杀了，我们搞一个50杀，从来没有过的50杀，应该远一点啊。48杀，很接近了。哇塞，如果没有这个阴怪，我真的是太无敌了。哎，别，远一点，远一点。好，50杀。哎呀，这51杀，哇，给力！今天这是50杀了，哎，猴子的形态，再来揍人。这血量越打越多的，哎呀，别过去，别过去，
风华简陋，把贱人勾引过来，我再把他宰了。哇，60杀都有机会。哇塞，24助攻，别60杀了，我给力呀、啊！我就站在这儿输出，很安全。67杀，这也太屌了吧！不过我们这边菜鸟也比较多，所以这个经销他输出很爆表，能够杀很多人。他杀的人不一定比我少，但是我这个连杀也很给力。哎，别过去啊！这背后已经没有人了，所以往后退一退啊！这经销揍了，啊，已经获胜了，啊，可惜没有拿到这个个人的第一名。哇，这个是真的快！哇，我这个连杀也要断了，可惜可惜。好了，我们继续，冰火战场第二场。刚才杀人杀得很爽，但是这次不知道。好，杀了经销40杀，呀，回车回车，撤一下撤一下。这经销追得有点紧，哎呀，大哥你们杀他，你们杀他们，我就不想死。来遛狗，来春木了无痕，拜拜。你气不气？没有杀死我，我又加了血来，我血量又加起来了。这经销把你揍了，看一下子就死掉了。43杀，哦，我最后七血，有点不太稳了呀。来绕一下，他们那边的人更不好选我，所以不用怕，上去莽就行。哎呀呀，别走太近，走太近就被人锁了。哇，好了，血量又回来了，这也是一种虐血的快感哎。但是这个积分到5000就结束了，我们已经要赢了。啊，都虐全了，我的天！49，好，到50我就没有遗憾了，爽！这就是那个大佬他说那种割草的快感。哎呀！还是死掉了啊！好了，落幕，我们达到了这个个人第三。好了，今天所有的活动就已经彻底结束了。我们现在在录制昆仑仙宫，这里还有1分钟就刷新魂帝幻影，我们在这等一下，估计这里就能见到其他服的人来了。哇，那么多人，来直接杀！我管你多少战力，王野，抱歉，拜拜。哇，这个技能打的也不怎么疼啊。还有人吗？就一个王野是吧？有一个人来打我了。这个四区的王爷和怒朝阳，拜拜。你看这个人打我根本都不痛，哎，不好意思了，等我们以后合区你们就彻底没戏了。你还四区那么菜的，你打我也不掉血啊，97%的血，你绝不绝望？你又来了，走了半天然后过来一下就给我杀掉了，可惜可惜。然后现在准备打这个 boss 了，来过去，猴子出来把他爆锤了，这直接归属战区8，我的天哪，应该拉个令的啊，这里不能拉令。好，这 boss 直接就把你敲掉，我打他的好轻松啊，你看一下子这 boss 就没有了。我这猴子变身还没结束就打完了，给了几个这个装备还行。还有人吗？这跨区的好像也很菜耶。他说照理说你不是战力都该甩我们一条街的吗，对吧，西边给你们了，我们在线时间超过一小时，18区都不稳嘛。 V15 你也可以试试，刚跑了就没有了。他刚刚说来北，我就说来了，我每人每天有2次打 boss 的机会。他怎么知道我是 V15 的？哦，他可能是看了我上面这个称号，我这个是 V14 的称号，还不是 V15。 你可以回去了，我没喊你，别过来，我还是下一次。这个人他说他也有内部号，我就问他为什么不玩这个内部的这个号。这里boss 还有13秒刷新，我这里先让他们杀死啊，先让他们杀死，到时候 boss 一刷新我就能满血复活了。可以了，开始 boss 刷了，走，变身，我把这个 boss 干了。刚才这个阴怪他说他忘记打冰火了，然后应该也是要来打昆仑是不是，但他来的好像有点晚，我直接就 1.7 亿的输出了。你们怎么抢呀，完全抢不了呀各位。好， boss 就没有了。哎，我这一手把这个就满血打这个 boss， 然后我这个变身也留着，就贼无敌。那前面这几个区都不足为惧啊，我们直接就可以和这个一区合服，然后就直接把一区干趴，我们就大获全胜，称霸，称王称霸，我们就可以撤了，是不是？我感觉很快了，已经都不需要冲12万。这里刚一直在杀，但其实他们没什么威胁，就都很菜，不给他杀死的机会。20%四血逃离现场。好了好了，哦，给了一个这个装备，然后加了8万战力。这里是这个元婴的这个装备，这个元婴装备就是打那个 boss 会给明天2次 boss 机会，所以一定要打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真的明天再见了，拜拜。